蛮真的是很辣的。
可是还好。那你在外面吸冷空气，你都知道那个很。我以前会一次吃十颗 L V， 想睡觉的时候，我一次吃十颗 L V， 大，吃到那个喷出来气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嗯，还不错。我跟你们讲，我家以前有种那个鬼椒嘛，印度鬼椒啊。我们家就是因为我妈买了一块地，然后我们开始种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种最近才叫印度鬼椒。印度鬼椒那个辣度是全世界第三辣。那个我们家狗吃，就是你知道，因为那个鬼椒也是很漂亮，而且你直接闻是有水果那个，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甜椒的那个香气。我们狗就直接把整个吃下去，你知道吗？它咬了一口舌头就，对吧？你一天的，那个叫就，然后叫一叫以后，他的舌头就瘫掉了，然后就在舌头是软在旁边，然后他一直去喝那个池塘里面的水，然后喝一喝以后，因为那个鬼椒那种辣度的鬼椒，那个辣椒素基本上是用油脂，你喝冰的东西会让那个油更贴在那个上面，你知道吗？所以他狗的舌头就整个垂下来，对，那真的很炫炮啊。那我以前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在教那个国中补习班，那个学生很吵，然后我就会带一颗鬼椒，我就说你们这样，就我就用那个很吵，我就那个牙签有没有这样刺一下，就舔一下就好，舔一下通常都就他喝大概十杯水，你知道吗？那个真的超烂。对，下一次我做饼干给你们吃。来，这个，没有啦。其实我们家外鬼椒，因为这个，我们卖全部卖给一个那个，就是厨师在那个南寮卖菜的那个这个市场里面的阿姨这样子。来，这个题目之后带一带就好，你们自己带进去算就行。A 是多少？所以 A 等于负一哦 ，B 等于一 ，C 等于三 ，D 等于二。经过你一番的计算，这个时候一番的计算。A 等于负一 ，B 等于一 ，C 等于几？三 ，D 等于负二，就这样，就可以把它全部都算出来哦。好 ，D 等于二，对 ，D 等于二哈。好，就这样就可以把它算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往下喽。再来我就往下教个四五题就差不多了。再来23页到28页的话，我应该会教到26页。今天教到26页。就差不多了哦。那加到26页以后，这个如果有空的话，我再帮你们补充一些问题，然后帮你们勾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题目。今天就上到这边哦。来23页来看一下这个求鱼式的专题。第一题来一个简单的。同学，我要先跟你们讲哦，这个求鱼式的问题的话哦，其实都不是很难。那我建议你们刚在学习不久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未知的问题，都学我这样做。每一个除法的式子，你都可以用除法定理展开。所以像这个的话，多项式 f(x) 除以 x 加一得余式为3，我们可以写成被除式等于除式乘以3加3。那有了这个式子以后，我们令除式为0。就可以得到 f 负一等于3，这个 OK 吗 ？x 用负一代，是不是就叫做3？因为这里用负一代，代表这里用负一代，你丢炸弹，负一加一变成0嘛，零乘任何东西就消掉，所以 f 负一就等于3，这样 OK 吗？好，这个我把它还原一下啊。那第二个 ，f(x) 除以 x 减二，余式为9，被除式可以写成除式乘以3加9。这一句话告诉我们的什么事情？如果 x 用2代进去，是不是就剩下9 ？f 二就等于9，可以吗？到这里 OK 吗？好，有了这两个条件以后，接下来要除以 x 加一 x 减二求余式。你是一个二次式，你的余式是几次啊？余式最高几次？一次是什么？假设 ax 加 b， 对不对？所以你的余式是一次的。
这时候倍除是 f(x) 等于 x 加一乘上 x 减二乘上 q 三加上 ax 加 b， 这里是有一个一次式，你两个未知数 a、b 要带几个条件进去算，要找两个条件。那你要找两个条件，你观察前面这里，你希望 x 用几代？很明显 ，x 用负一代跟几代？二代。因为用负一代前面消掉，是不是可以算 a、b 了？用二代前面消掉也可以算 a、b。所以我们 x 用负一代等于几呢？三等于零，加上负 a 加 b 等于三。同样的道理 ，x 用二代。F 二，你看二减二零，丢炸弹整个炸掉，所以变成零，加上二 A 加 B， 根据题意等于九，啊，算一算就有了，可以吗？哦，两个相减，所以 A 算出来等于三，好，就这样。B 是不是等于零？可以吗？哦。不是 B 是零啊 ，A 等于三 ，B 等于，哦 A 等于二，对不起哈，那减完 A 等于二 ，B 等于五啊 ，A 等于二 ，B 等于五，刚看错了啊，不好意思，所以不要忘记同学，最后还要选余式，我们要求的是余式哈 ，Rx， 余式用 R 来表示 remainder， 余式用 R 来表示，余式就叫做二 x 再加几，加五 ，A。天气开始变化哈，而且我最近有学生，我最近有学生得了诺罗病毒，所以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诺罗真超惨，上吐下泻，你知道吗？真的，我之前有得过一次，干真的是很恐怖，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那时候诺罗病毒，你会整个就是很不舒服，而且我诺罗再加上感冒，这根本更惨。但我打喷嚏我都要很小心。我怕打喷嚏，有点，不要讲太恶心。那真的是很不舒服，然后因为会吐，你知道吗？那打喷嚏一用力会很想要一边吐一边打喷嚏，那真的，那感觉真的非常微妙。同学，这个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来，接下来看第二个，任何的问题哦，如果你用除法定理先稍微的看一下，你就会觉得题目不会很难哦。那一般的问题你当然简单的解就好了，可是如果碰到复杂的，你写了一下除法，你很清楚了，就可以整理出一些漂亮的条件。那第二题，这是一个特殊的题型，这个题型你旁边写哦，这个除式可以分解，可分解 separable 哦，可分解哦，这是一种特殊的问题。来，倍除式如果除以 x 平方加 3x 减4，所得的余式叫做负 x 减7。那你看好 ，x 平方加 3x 减4，它可以分解成 x 加4乘上 x 减1。哦，那这时候请问你，你有什么条件 ？x 用几代？负四代用几代？一代，是不是可以看出来？你这时候 f 的负4是多少？哦，带进去消掉。四减七叫负三 ，x 用一代负一减七叫负八，是不是有两个条件可以用？是不是有两个条件可以用？再来 ，f(x) 等于 x 平方加 x 减十二，这也可以分解哦。你先去想它可不可以分解哦，可以分解，很漂亮，写成 x 加四乘上 x 减几 ，x 减三，到这里 OK 吗？到这 OK 吗？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可以用负四代。F 负四是几？负十二加九，一样是负三。再来 F 三是几 ？X 用三代，九加九十八，可以吗？就这样。
的所求要求 f(x) 去除以 x 平方减四 x 加三，这时候你看一下，观察一下，哦，可以分解成 x 减三跟怎么样 ，x 减一，对不对？所以我就直接拿来用。你余式是几次式？先讲，除以二次余式几次？一次。f(x) 可以写成 x 减三乘上 x 减一。乘上随便乘一个三，再加上 ax 加 b， 两个未知数用几个条件？两个条件。你写到这第二题，你就会觉得说这一些题目哦，大部分的结构都是一样，对不对？用除法定理去分析，然后用余式定理想办法找东西带进去。那带几？明显带几？带三跟带几？带一嘛。三有没有给你？有。一有没有给你？有。ax 加 b 可不可以算？可以。所以 f 三就等于几？三减三，零乘任何东西都是零。加三 a 加 b 叫做十八。再来用一代，一减一是零。f 一等于零。加 a 加 b 就等于几？负八。相减是不是可以算？哦 ，a 等于五，相减不是 a 等于十三 ，b 等于负二十一，所以余式就有了，余式叫做十三 x 减掉二十一，好，这样，没有很难嘛，对不对？基本上来说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这边的题目它的一致性很高，有的只是一些在特殊情形分析之下的变化而已，一些小小的变化。来，往下翻，往下翻。25页，来。我今天最棒最棒可以教到27页，这个27页如果讲完的话就差不多。28页那个问题很少考，那个已经有点偏离课纲了，那个东西只有在少数那个老师很无聊的时候考。你们第一次段考考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人考得好，有的人考不好。考得好的人，这个要记得，这个考得好有的时候是老师自己让你们比较轻松，那如果考不好就下次再加油。这个高中跟国中不一样，这个考试的成绩都是看老师心情的，真的。这个你们知道六家的故事吗？六家高二的传奇，你们知道六家人就知道，你们六家高二数学这次段考校平均18分，全校只有两个人及格，你知道吗？两个及格。上一次的物理，你们去年的物理高二物理的话是校平均好像也是很低，16分还是几分，你知道吗？而且全部猜 C， 比你们的平均还要高。对，这个就是看你们老师，可能那天你们老师就是可能这正好离婚，然后又自己知道自己的痔疮长出来，然后再加上这个之类乱七八糟的事情，那这时候就会考得很难哦。对。为什么这样就要考？嗯？为什么这样就要考？考难不是他就要想教多吗？我跟你讲哦，像我们的话，基本上要考多难就考多难。因为像他们考过教甄，但教师甄试的题目都很难，所以当你老师越没有经验的话，会考越难，真的真的。那如果老师有经验的话，通常都会把班平均压在65分左右，那这样就代表是一份还不错的考卷，对。那有鉴别度，那又不会把你们考到崩溃掉，对啊。哎，那个18分，我看过那个题目，你知道吗？我写完以后，我真的觉得干，这真的。要写完真的是天才中的天才。如果以这个时限这样讲了，以你们的段考时间写完，我尽力写，我写完我写了84分，那我也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吗？那张考卷真的太狠了哦。好，我问我的学生你考几分，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他的成绩，我考35分，他笑得很开心。我看你35还笑得很开心，哦，平均18分，呵呵呵，就只要笑来。25页看好，我跟你讲哦，这已知我就简单的整理，因为刚刚已经整理很多了。f(x) 除以 x 减一余3，所以我们就知道 x 如果用一代，
这个商，这个除是变零的话，商也会被约掉，这时候就叫三。哎，这个可不可以，同学 ？f(x) 除以 x 减一余三，这时候 x 用一代，商也会消掉，变成三，我就简化了一点点哦。那再来一样 ，x 加二的话 ，f 负二等于负三，你 x 用负二代，商约掉会是负三 ，x 减二 ，f 二。等于一，好，那你看哦，我们要求的是一个除以一个三次式的余式，这个除式是三次，同学，余式最高几次？最高几次？最高二次嘛，对不对？那二次余式你可以怎么假设？二次式最基本的方法叫做 ax 平方加 bx 加 c。你这样假设的话，你看 x 用一代，接下来 x 用一代叫做零加 a 加 b 加 c。同学，我这个题目用 prime 来写，我怕等一下你们会混淆哦，可以吗？哦，这里加一个 prime。那 x 用负二代叫做这个零加四倍的 a prime 减二 b prime 加 c prime。最后 x 用二代。等于零加四 a prime 加二 b prime 加四 prime， 由题意依序等于三、负三跟一。同学，你这样子算，再来用什么法？这里有三个式子，再来用加减消去法，是不是就好了？可是这样子解式子好不好算？是不是稍微的麻烦了一点？所以说，我们刚刚想学过一个什么钝差值法？你有什么差值法？你有什么？哦，聪明牛顿差值法，对，看你们没有人回答我啊。用牛顿差值法可以把这个二次式拿来做简化，可以吗？那你是可以用一代、用二代、用负二代，我就偷偷的用这三个里面的两个，反正你就要凑二次式嘛。你看后面要带进这些项，所以你就把这三个里面任取两个，假设叫做 a 倍的 x 减一。x 加二，再加上 b 倍的 x 减一，再加 c， 这时候会不会比较好算？同学，会，加这个题，为什么？为什么会比较好算？因为这时候一次带一个未知数，是不是可以算出 a、b、c？ 第一个 x 用几代？一斌，你用角毛想一下 ，x 要几代？一代嘛，角毛很高，我忘记了，一代是不是有 c？ 再来用几代？是用负二代，最后再用二代。来，同学，现在代 ，x 用一代 ，x 用负二代 ，x 用二代，一个一个算出来，一次只要解一个未知数。来，请坐，请。在干嘛？喝水啊。喝啊，喝两杯子。看过一辈子看过最低分的考卷，平均是那个中山女高的一次，也是高二的一次考试，是校平均十二分、啊。校平均十二分那个就很精彩。对啊、那这个校平均十二分，这个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考试。来 ，x 用一代，这也是几？是零嘛？加零，加零，加 c。根据题意 ，x 用一代是三，所以 c 等于几 ？c 等于三，这里可以换成三。再来 ，x 用负二代叫零，负二代叫零，负三 b 加三等于几？根据题目，用负二代是负三，哦，可以吗？所以这个时候 b 等于二。这时候 x 用二代零 ，x 用二代四，四 a，x 用二代加二加三，根据题目是一，
的 a 等于负一。同学 ，a、b、c 算出来了，所以余式是不是有？余式是这个嘛？这叫做这个负一 x 减一 x 加二，加上二 x 减一，再加三，你再展开来就好了。好，有的老师会刻意要求你们要展开这个式子。好，这个 OK 吗？建议你们哦，回家要把下面的作业写一写哦。这个余式定理这边，这个都还蛮好的问题哦。OK， 那我们继续啊，往后了，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我建议你们哈，像这边的问题稍微的算一下，因为我觉得算一算对你们自己有好处哈，练习一下，有问题请你们问我哈。第四题答一个星星哈，这一题通常比较难，哦，这个第四题通常比较难。那我们先讲第五题再回来讲好了。来，第五题是一个特殊的题型哦。这个题型呢旁边写一个代换法。这个余式定理的问题我告诉你们哦，这个因为它的历史非常久哦，这个余式定理大概超过千年的历史，所以你知道这个超过千年的这个数学有的时候在解题的时候会有一些趣味问题，哦，一直流传下来。像这个问题就是其中一种，它叫做迭代法，哦，或者叫做代换法。看好，他说 f(x) 等于 x 的300次减 2x 的62次，加 3x 的10次，加 4x 加1。第一小题问的是 f(x) 去除以 x 3次方减1的余式。同学，求你这个题目怎么算？哇，有人会说干用常数法，会不会有人想要用常数法？还是你要分离系数法写一堆零，写几个零啊？200多个零，你要这样做吗？不可能哦。我们像这样的问题，通常会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去做。那第二题，等一下一起讨论。第二个哦，求你三重重要。你会发现在题目里面，我们大部分都不会看这个三，你不要拿那个。你一直在那边喊，感觉很变态。对啊，你在练什么东西啊？哦，来，这个，所以记得啊，哦，记得我们求的都是余式。那你看啊，哦，像第一题的话是这样，被除式，你看啊，哦，我们这时候要除的是一个 x 三次减一 ，x 三次方减一。得到三，管它去死。余式是一个几次？是二 x， 二次式哦 ，x 平方加 bx 加四。那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三整个约掉，剩下二次式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去想一下，如果我们令 x 三次方为一。我们每三次方换成一，这时候会有什么现象？我们令三次方为一，同学，这个是代换的意思，把三次换成一。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当你把三次每三次换成一，你会发现，哦，三次变成一了，一减一，整项是都可以被约掉，而且后面求你。换不换得掉？
每三次唯一，请你二次换不换得掉？换不掉，换不掉，可以吗？所以你会发现，剩下来 a x 平方加 b x 加 c 是换不掉的。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算，你要求余式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代换法去做？当你 x 三次换成一的时候，剩下来的二次就是什么式？余式，听得懂吗？这应该不难懂哦，而且做起来蛮简单的。来，开始做咯。 f x 每三次整理一下，写成 x 三次的一百次叫做三百次，减掉二 x 的三次，这里有二十次乘上 x 的平方，加上三倍 x 三次的三次乘以 x 加四 x 减一，我们每三次换成一，剩下来的换不掉了就是几次式，就是我们二次式，这看得懂吗？只要三次换成一，剩下来就是我们余式，可以吗？哦，好，所以看好了，所以余式就直接来了，好不好？三次换成一，一的一百次方减掉二乘以一的二十次方乘以 x 平方，加一三次方乘以 x 加四 x 减一，就等于负二 x 平方加七 x。同学，求你剩下的换不换得掉？换不掉。那换不掉，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二次余式？可以哈，就这样，这个还蛮简单的哈。来，马上下面的，马上强化第一小题做一次，不是不是，第二小题做一次哈。前面这两项框起来好不好？框起来，哦，也就是每四次换成几？负一嘛。你要让它变成零，是不是才行？x 三次方减一等于零，所以 x 三次换成一，所以下面第二小题 x 四次方换成几？换成负几？负一。你要让除式消掉，剩下的才行哦。这边只有 x 四次方，换 x 四次方换成负一，剩下 x 四次方换成负一，所以这是对除式啊。你让直接让除式 x 四次方换成负一，你令这个除式等于 x 四次方加一等于 x 四次方加等于负一，好，所以 x 四次方换成负一，那五十是不是先每次乘以才行 ？x 的四次在十二、十四、八次 ，x 四。所以这里变成负一，负一的时候是一，负一的时候是一，这是二次就答案了，这 OK 吗？这不是四次，这是整个，所以就是 x 四次的十二次，再乘上 x 二次，换成负一，负一的时候是一，负一的时候是一。马上强化二的话，你要记得我刚有说，就是这个背除式，因为这里没有这个打字有点问题哦，打字阿姨这个可以做了吗？啊，
那叫括号，没有答案是对的、啊。每四次是负一嘛？对不对？负一的时候是不是一？对。对啊，所以是 x 平方加 x 啊。哦自己做做看啊、哦，这个有问题再问我一下。那同学，这个赶快做一下就好。我们回到这个第五题的第二小题啊、哦。这个题目你们把它当作故事来看啊、哦。通常一个连锁的问题，第二小题我从头写比较漂亮啊、哦。通常一个连锁的问题都会有关系，这两个式子的关系是什么？看得出来吗？你们记得乘法公式是怎么展开的吗 ？x 三次方减一，可以写成 x 减一，再乘上 x 平方加 x 加一。所以第二小题来看咯，我们由一可以知道。这个 f(x) 写成 x 三次方减一乘以三，三不重要。最后的余式叫做负二 x 平方加七 x， 减掉二 x 平方加七 x。这个 x 三次方减一可以展开成 x 减一乘上 x 平方加 x 加一。乘以三减二 x 平方加七 x， 你这个时候第二小题的除式是谁？你第二小题的除式是不是这个 x 平方加 x 加一？你第二小题除这个，对不对？妹妹可以吗？你除 x 平方加 x 加一，请问你前面会不会有余式？你要的就有余式哦。前面会不会有余式？当然不会。前面有这一项，一定会整什么什么除，整除，一定会整除嘛。前面项没有余式，所以余式是不是藏在这后面？请问你们，这个二次式可以当除以 x 平方加 x 加一的余式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这个二次式它的次方太高了。次方太高不，次方太高是不能当余式的，所以你要怎么做？要再除。当你次方太高 too high， 可以再除。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了哈、哦。所以这个负二 x 平方加七 x， 再去除以 x 平方加 x 加一。负二 x 平方减二 x 减二，剩下来九 x 加二，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小题的余式。等一下给你们休息一分钟，我们要聚精会神的把第四题哦，第四题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第四题是最难的。看这个第四题啊 ，the fourth question， 二十六页的第四题，设多项式 f(x) 的这一题，这一题老实说我觉得有点难哦，因为它的假设有点不好做，可是我们刚讲过的第五题的第二小题，
对于这个题目会比较简单。我们知道这个次方太高是不是要再除这件事情，知道？好，来，我把它擦掉。看这个第四题，第四题，我觉得哦，在我教学里面，我觉得这一题学生学起来哦会比较卡。那我建议像这种问题，你们可以稍微的去观察一下特征哦。这个问题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次方式是一个高一个怎么样？第一个它是高低次，第二个，x 平方加二 x 加二，可不可以分解啊？不能分解哦。它是一个高低次不能分解的问题。好，先整理题目哦。我们知道被除式如果除以 x 平方加二 x 加二。得到3，假设叫 Q1， 于是叫做 3x 减1 fx 除以 x 减1，假设叫 Q2， 于是叫做负8。这里有一个一次于是，有一个一次于是很棒，就代表 f1 啊等于负8。先整理我们题目给的条件。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求开始要解咯。同学记得请你们看好哦，最后这个结论还有这个假设的方式可以稍微记一下。我们要求 fx 去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乘以 x 减1。这个3不重要，还是顺着它的题目写一下。加上 x3，q3 好了，可以吗？随便写，都 OK 吗？这时候再加多少 ？ax 平方加上 bx 加4，因为你除以一个三次式，这个三次式的余式要是几次？二次。可是你在这个题目碰到一个瓶颈啊，这个瓶颈是什么？这个二次式啊，它有几个未知数？有三个未知数 ，A、B、C。那三个未知数，照理来说，是不是要三个条件才能解？可是你只能代入一等于负八，你只有一个数字可以代，那你要怎么办？这时候代表你的条件应该可以用前面的其他条件把这个式子拿来简化。听得懂吗？我再说一次，我要想办法减少未知数，就必须要利用前面的其他条件来分析。前面有什么其他条件？有，题目说啊，如果你的原式去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 2， 应该要余多少？同学，应该要余 3x 减1。那这个时候，我就利用前面的高次式来除除看。那你如果要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 2， 请问你同学，这里有会什么除？整什么除？整除，可以吗？这里是不是一定会整除 x 平方加 2x 加 2？ 那根据前面的条件，除以它要余 3x 减1。整个式子去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的时候，最后的余式是不是要是 3x 减1？ 可是请问你，这里的二次式可不可以当余式？你利用 x 平方加 2x 加2在除的时候，这个式子的次方太怎么样了？太高，对，很好，太高，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再往下除。所以根据题意，次方太高 ，ax 平方听好，加 bx 加 c， 因为次方太高，我们再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 2， 我们再去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的时候，这里放 a 被 x 平方加 2ax 加 2a。我不管后面，我只知道最高次约掉。请问你这里剩下几次式？你除完剩下几次式？一次式。来，猜猜看，根据题意，
你除以 x 平方加2 x 加2，剩下来最终的余式要是谁？一定要是谁？这里一定要是3x 减1，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利用除法，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244分解成 a 乘上 x 平方加 2x 加2，再加 3x 减1？也就是说，你 ax 平方加 bx 加 c 是不是就可以展开来成除式乘以上再加余式？也就是说，这个原式 x 平方加 2x 加2乘上 x 减1的 q 3，你这个244根据除法定理展开来，就可以写成 a 乘上 x 平方加 2x 加2再加 3x 减1。其实这一题是一个集大成哦，你看前面的问题，还有我以前在除法的时候，很早之前讲过一句话，除法有两个功能，再帮你们复习一下，一个是求商或余式，一个就是你可以利用除法把一个式子展开，把一个式子展开嘛，对不对？前面都有讲过，所以我们这个式子，你看利用这一个条件，高次的式子去除。就可以写成 a 倍的 x 平方加 2x 加2加 3x 减1。那你最后怎么解 a？ 同学回答我，怎么解 a？ 看我这边怎么解 a？ 你这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项可以带进去？所以最后 x 用一代，一减一整项消掉，加上一代去 ，5a 加3减1要等于几？负8。整理完 ，a 就等于负二。同学移过去以后 ，a 等于负二，所以我们的余式就有了，余式就叫做负二倍的 x 平方加二 x 加二，再加上三 x 减一。来，先写到这里。顺带一提的是说，这个结论是可以记的。你如果是这种一个高次一个低次的问题，你通常就是利用高次来假设，再加上高次的余式。像这个一个高一个低，我们就假设它是 a 倍的 x 平方加 2x 加2。再加上除以它的余式3减1，都可以这样假设哈。那最后算出来以后，同学抄完了，我们一起马上写哪一题呢？我们写这个第二题的第一小第二小目。我擦掉了。首先，先帮你整理一下前面的条件哦。前面的条件，像这里哦，我直接写，我写在这里，倍数是等于 x 减1的平方乘以3，加 3x 加1，告诉我们 f1 等于4，倍数是等于 x 加1的平方，加1减 x， 告诉我们 f-1 等于2。好，同学。就看这个第二小题，我们在算的时候，根据刚刚的结论直接算一次，我们除以 x 平方减一的平方加 x 加一所得的余式，首先这个余式是几次的？二次，而且这次方是一个高次一个低次，对不对？我们就利用刚刚的结论。假设成 a 倍的，对不起哦，这里是 x 加 x 加1 x， 同学这里遗误了哈、
A 减一的平方跟 x 加一，改一下 ，a 倍 x 减一，拜拜的平方加上除以 a 减一的平方叫做三 x 减一，三 x 减一，可以吗？可以吗？因为我们根据题目这个二次式哈，你除以 x 减一的平方，最后是一定要余多少？是一定要余三 x 加一。所以就可以这样子假设，因为你题目除以 x 减一的平方一定要余 3x 加一，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高式去做假设，可以吗？如果你真的不是很熟，我告诉你，你写出 ax 平方加 bx 加 c， 根据题意你去除以 x 减一的平方，这里是 ax 减一的平方，最后也要剩下 3x 加一啊，所以这两个相乘再加这个。就是我们的被除式。那请问你这时候 x 用几代？很明显，这时候是 x 用负一代，要是二，可以吗？你一个未知数剩下来的条件，不能用一代，只能用负一代嘛。所以这时候 f 负一等于零，加上四 a 加三，四 a 减三加一，要等于二，你去算它。所以 a 等于一，好 ，a 等于一，所以于是叫做一倍的 x 减一的平方加三 x 加一，展开来 ，x 平方减二 x 加一加三 x 加一，算出来 x 平方加 x 加二一样。好，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好，同学上到这边，那我跟你们讲哈，我这一份的后面的自我修炼哈，后面的类题都可以写，马上强化这个都可以写。我这个从这个余式定理后面哈都可以写，希望你们好好的把它做完哦，希望你们好好做完。这一次作业拜托做一下哈，这个我下一次会稍微看一下你们这一次的作业有没有写。我希望你们马上强化，至少每一份写一两题到两三题，每一个例题后面的马上强化都写一点点，写一点点有练习就会有进步啊，同学。我想我已经，我觉得我还蛮认真的，那我也希望你们哦，这个也要稍微写点作业，跟着写就好了哦，一步一步加油哦，拜拜拜拜，辛苦你们，要赶车的赶快哦，不好意思拖到你们。我想要跟叶文君唱一起。明天再去那个。对对对。
OK， 我感觉有点开心。靠我腰嘞！因为我先给你一个资料夹，让你装起来。资料夹装起来，然后你有空我再给你大波一点，让你用动作，别放弃。还是要等我。我自己就有了。那我帮你用动作，你讲一 Q， 我帮你用动作。